好，我们回家上次内容啊，上次讲了 loop in 和 loop out。loop in 就是从这个过来，从这个当前的时间这个关键帧前面添加一些循环。loop out 呢，就是从当前的关键帧 out 出去添加一些东西。那什么叫 duration 呢？duration 就是范围，循环范围多长，是吧？我不是循环这几个关键帧，我要循环的是什么？循环的是时间多少秒，循环10秒，循环20秒，是吧？loop in 就是过来进来的时候。从时间轴那边，从左边过来的时候叫 loop in，哎，过去的时候呢叫 loop out，loop out 出去，哎，是吧？以后的未来这种 loop in 过来进来的时候，那这个还做什么呢？做了一个这样的简单的一个单细胞。那我们有这个单细胞这个呼吸之后是什么样呢？哎，这就是一个呼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吸。有了这个基础之后，把它新建一个时间轴。新建时间轴叫什么呢？叫呼吸的变化，呼吸的变化，呼吸的变化。好，然后把单细胞拖进来，拖进来。这个时间轴很长，是吧？1分多钟，它的时间轴1分钟，它的时间只有2秒。那么这个2秒怎么样把它这个时间延长呢？那么其实我们以前是不是曾经过静止过这个关键帧，图层里面时间，然后冻结帧，咔就冻在这儿了。你看它是不是可以延长了？延长多久都行，因为它已经冻在这儿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时间重映射，哎，这就是定格关键帧，就给它就卡在这儿，它就完全不动了，是吧？如果不是定格关键帧呢，那就是可以，这是再插一关键帧，再插一关键帧，比如说这个是多长时间，这个是不是吸，一直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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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，哎，它和它之间其实就是在经历什么，在经历这个时间点1秒08帧和。这个两秒钟之间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哎，15秒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。那现在我已经不要这么复杂。那如果说我也不想要这些关键帧怎么办？那我把这个删除掉，是不是就又变回原来的这个单细胞了？哎，原来单细胞，这单细胞，但是它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周期，它也不能延长。想延长怎么办？还是跟它一组，冻结帧旁边有这么一个东西叫重启时间，启动时间重映射。时间重映射之后，它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重映射了。啊，这还是一个呼吸，呼吸之后没了，没关系，摁住 Alt 键，怎么样？Loop out，把它循环起来。它循环起来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不断的呼吸啊？呼，循环太快了，想把它调慢点，那能不能做这个事儿？注意把这个开开啊，哎，是不是这样了？调慢点，这不就是慢吗？对不对？哎，7、8秒一呼吸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呼，能感觉到吧？哎，它是循环的，有没有一张是黑白的？没有，对吧？没有，呼吸之间这个转化是很清楚的。哎，这就是这个呼吸的这个过程，呼过去。再吸进来，呼过去，吸进来。那你说，如果说把它这个里面再加一些点，行不行啊？再加一些点。哎，这样什么效果？就愣在这儿了，是吧？愣在这儿，这个范围就是愣在这儿，呼，静止，屏息了，然后再呼，然后再吸，对吧？吸的过程，在这儿再愣一下，再愣一下怎么办？哎，就把它在这儿。在这儿再来个屏息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呼，然后呢？这是什么？呼呼呼呼呼，呼到这儿，呼吸之间切换的点在这儿，是吧？那我在这儿，再怎么样，就是在这个状态再来个屏息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插入关键帧呗，对吧？那在这儿再来个。点，那就是在这儿把它拉开，这个点放在这儿，这个点放在这儿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呼气，这是最大状态，然后这块是呼气，这是最小状态，这是吸气，对吧？吸气，吸气之后到这儿就 OK 了，就不要这个黑白的状态了，把它这关键帧删除掉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那这样呢，就把一个这个生命周期基本上。描述出来了，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怎么样？这个基本上都是零，就冻在这儿，相当于冻在这儿了。
哎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呼，这叫不要呼气，就是最膨胀状态，你吸气吸满了那个状态的屏息，用鼻子吸，吸满了气儿，这世界全是我的，世界的气儿全是我的，这然后你就特别特别膨胀，这个宇宙就是我，我就是宇宙，那个感觉，哎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最满的状态，最满的状态就得怎么样，就得放，放放放放，我把我的气儿交还给宇宙，我把我的能量、物质、信息交还给宇宙，哗，到这儿，把我彻底放空了，放空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自己空无虚的状态。来保持这个谦虚的状态，愣一段谦虚的状态，然后再怎么样，然后再去哎，吸猛吸，世界全是我的，宇宙全是我的，哈、啊、吸吸吸吸满了，吸满了之后怎么样，哎，吸满了之后就感觉膨胀，哎，我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我，是吧，哎，然后呢再去呼出去，我把一切还给宇宙，都是宇宙的，是吧，再怎么样保持我就是什么都不是，我是空的，我是无的，是吧，再去吸，宇宙都是我的，是吧，宇宙都是我的，宇宙里面什么东西都是我的，哎，我就是宇宙，是吧，然后不断，哎，咱们感受感受感受三个呼吸哈，哎，我一起来啊，吸气啊，呼，屏息，吸，呼，屏息，哎，是这个意思，哎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是这个时间重映射到底怎么映射的呀？比如说你映射到这个怎这个那个的，你不好说呀，能不能做成一个这种时间轴的样子呀？比如说我这个就新建一个时间轴，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新建一个什么呢，新建一个文本，这文本里边，哎，这个源是什么呀， mass 点这个 floor 然后 time， 把它这个字儿啊变大一点，把它这字儿呢变大一点，那么这个肯定咱知道是什么，怎么变，是吧，一秒变一格，一秒变一格，这个东西能不能重映射到另一个东西上，哎，它到底是时间重映射怎么映射的，怎么映射呢，咱下次再说。